晚上7:45，广东汕头长平路。今晚呢，大家去喝粥。今晚去的这家店呢，很特别，专业做各种口味的鸡粥。那今晚呢，特意约老板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一碗好喝的苦瓜鸡粥，一碗要40块钱。夏天到了，给大家解解暑，我们一起去尝一尝。有想改么？加火锅的建议就好一点。是。从宝龙街滚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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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嘞？来吃朋友的阿婆。经常排队吃咩啊？只？叫做葵头鹿棒椒面嘛。哦，葵头鹿棒椒面。棒椒面，棒椒面，就老客偏在这样咯。定是70时间老客为主吧，更三只个小个。都只冰类，贵么只冰类，但我那时是算都可以啦。算都可以。毕竟又未得每人拿我会上应只贵呢，啊二个咧，不过出时候贵咯。嗯。然后对面很少做，有几百次很少做，都并不想吃，但咧有几百次落多啊。哦，一个几好，有几百次落多，几好做。当对口就算准备烤过，烤过冻冻的样子啊，就来去掉去呗，摸下面，再包一点，东西不错过，然后摸一下把车水里头。听出来了。再包就是可以插着一件出来，然后车水车水啊，是要上头上头点咁样啊。是。想点车吧？啊，都听听啊。高冷乜？咱只好过，只在我好过。嗯。高冷都是过最高，也叫，嗰叫是他劈有啲有错别。要冷贵就是这个火的，怎么样嘛？其实那个火，类似那火，火水出嘛，火啊啊！我话烤过之后又吃下水啊，我你家己吃你够好饱的啊，一碗饭。一碗烤过之后够好饱。好饱好饱，就好腰饿的时候，你加遐只排骨的。你头先那个研究一碗烤过都加着几两条零羹啊？我食四个只私房菜，我食过类似新鲜菜式，然后加啲肉骨喺度泡起啊，咁啊搞啊整顿非常啱，啲我啱啊是骨汤。上次遐食了，因啲那个等价都唔平价，只小锅味就只要过的啊，你话用滚个汤啊，溺水咯。顶老落烤鸡，烤鸡无食得久。你我较无话，咩是爱青菜啊？食是爱食一个烤鸡个蔬菜饼。哇，好漂亮！是红咩菜大包啊？是金美如，金美如哈啊。对，今晚这份是它叫做苦瓜自由盘。今晚我拍完这个视频之后，那个菜单上面多了一份叫做苦瓜自由，是特大特大份，加了双倍苦瓜的。至于加了什么，就一目了然了。新鲜的鸡肉、苦瓜，还有我们的香菜。我觉得很有啊。台湾很多苦瓜。摄影师不是不喜欢吃苦瓜的吗？他要吃，我要吃清脆的啊！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按。哦，够干了，闻毛的啦，啊，可以啊，吹水呢，那种精粹的感觉，吃起来呢就像你大太阳下跳进了那种游泳池的感觉一样啊，想学董老师啊，对啊，最近东方甄选不是很火嘛，那潮汕的牛肉丸，纯牛肉的，类似于小孩子纯洁的眼睛，那么的纯洁啊，纯牛肉没有加其他的肉类，那直接把潮汕牛肉拉高了一个档次。苦瓜粥，然后我们陈老师的苦瓜粥呢，就像夏天大太阳下有个游泳池，你跳进去那么清爽。这个确实挺解暑的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在家里跟着师傅的手艺去做这个苦瓜汤。苦瓜确实挺不错，苦瓜鸡粥哈，确实挺不错的。这一碗呢，真的是苦瓜自由啊！用这种小碗，两碗，现在第三碗，还碗底还是有剩的。比两个人来吃，像我们这样小两口，胃口不是很大的，是够分量的。